现在正在搭磁浮列车。哎 ，Hello， 这是磁浮列车。200块，哦，好贵。地铁要坐35分钟，这个6分钟。对呀。前万时间。磁浮列车。上海磁浮列车，一条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到龙洋站地铁站的交通工具。时速可达300公里，只要7分钟就可以来回机场与市中心。全长约29.863公里，单程票成人50元人民币，学生25元人民币。出示机票或上海公共交通卡的付款方式，可以有8折的优惠价格。上海磁浮列车营运时间为早上的6点45分到晚上的9点42分，发车间隔约15到20分钟。我们现在刚坐完磁浮列车了，这是磁浮列车车站。磁浮列车关门了。为了您的健康，请佩戴口罩，使用电子设备时，禁止外部声音，不得在列车车厢内饮食。这是磁浮列车。达300公里的磁浮列车，现在我们从上海的浦东机场搭到这里，一站而已。磁浮列车。